天台加庆君。斗南古早是大里埔，虎尾旧时是五更村。人讲玉井是大百年，也无风就是阿大母。民间有名是南麻镇，竹塘古早是芦竹塘，田中土名是田塘，家里旧时是小人村。先讲是做文明，台湾四季伊好讲经，台湾四季好讲经。尤其即种来上欢喜，这查某的拢较水淡薄。哦，你有发现呐？顶礼拜以为大家老哭哭哈。真正，所以恁有看会出来讲，来伫个遮无同款吼。是啊，有人有我呢吼，打来个遮吼，就有一种想吃香蕉的冲动。哎呀，恁拢袂讲啦，即个我着幼儿公主的意思啊。嗯，咱来个遮，你无看街路哦，足整齐、足清气的，变成拢笑嗨嗨，代表这个所在地方的父母官一定做啊真好，管啊真好，对吧，公主？对。要未来进前，我着探听好啊。有哩呢。古城的马大人做官清廉，就是安尼哦。你看，因大家咧坐讲围墙啊，你有看无？拢坐较好势好势。对啦对啦，公主讲了真对，你应该是外地来的吧？是啊，哇，恁这人嘛真亲切，雄雄拢会走出来。我伫后边有咧听啦，我有咧听。我甲恁讲啊，自从马大人来了后，你知阮这的治安啊，加偌好诶，像啥物蒸溜啊啦、贼仔啦，拢足无看到啊啦。哦。你知影，啊是掠着偷摕物件的贼仔，就甲讲甲尻川开花，对，尻川开花。哎呦，尻川。那是国犯。不抓到，那是正手偷摕，就剁正手，对，剁正手，倒手偷摕，就剁倒手，剁倒手。有两个这么相对的哦，哦，正手啊，哦抓到剁倒手哦，对哦，这么严哦，嗯，啊，搁有无？那亲像一款不三不四的查甫人，介意偷穿查某囡仔的内裤，你敢知影？你阿着是虾米罪？有查甫的，哎呀，会肯偷穿查某的内裤？哎呀，你阿着虾米罪？我嘛唔知影虾米罪，我嘛唔知影。对对，既然安尼，你想看卖？你想看卖就知影犯虾米罪啊？你查，迄查的人内裤，我查甫的，啊，你去穿，迄穿内容看不起呢，敢唔知啊？阿囝，安怎？看起来这个所在管理了袂歹，啊，不过我听安尼怪怪的。管理了，你就是安尼讲社区，社区管理委员会管理了袂歹。咱出来明察暗访，就是咧看民情嘛，啊嘛爱看地方官做了好啊歹。嗯，啊，不过我呢吼，感觉呢，嗯，聊聊起一挂鸡毛皮呀。无唔对，吼，伊安尼伤严吧？讲什么正手偷摕剁正手，后摆抓到倒手偷摕剁倒手。嘿，啊，你嘛都爱看偷摕什么款物件？嗯，偷摕两张卫生纸，我那要倒哦。所以这就是咱老路爱吃的重点。是啊，就对点嘛啦。对，这个点，这个叫重点。郭永清，郭永清，马大人宣布，中昼午时，李兴流要出战犯人。哎呦！啊，对啦对啦，像这款违规三罪的歹人吼，一定吼爱甲处罚。来啊，紧来乡亲，物件摕来，紧来。啊？紧来。这是要送什么？别，您开车别送啊！紧来啦！摕来。大家拢摕来。啊！来，紧来。进来，乡亲啊，站啊！哎，慢点，
好安尼，唔好安尼，卖啦卖啦。个蛋啊！哎哎，啊，迄个毋是沈师傅？哥啊，你别个讲蛋的啦。那是伊，系啊，哎，啊，那是新欢呐。带领哥。这位大人你好，板头有够，敢那看伊这个世面，就知影讲是相当的正直。阿娘，今麦就钓到你出头。哈，对，我来个探看卖啊嘞，哈。他拄只吼，闻其名不识其面，你也未来，地方的百姓就请甲你学了，讲你管理了嘞，这个治安的安全十分的好。啊，听伊讲嘞，啊，那是有偷窃人，会拍个脚床开花，吼。啊，那是讲迄个做贼仔的人，给伊一个面啊那苦瓜。啊，我是要请问讲，啊，这个讲犯人哦，伊是犯什么罪？这严重要押去台，结果甲等差的人看到伊讲，歹势歹势。啊，甲是犯人，人哪就甲犯歹势？莫非这个人是故意人？啊，故意人来犯罪，会去杀人？你嘛讲来听看卖，阮外地啦。我是惊讲哦，小等下我若等金蕉吼，啊，你原来要甲？是啦。是真故意啦，也毋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啦。这恶徒从头摕因家主人的珠宝，结果发现以后，竟然将因家的主人害死。哦，是啊是。请教大人，我拄只听你的话，伊讲张暗，伊偷摕因主人的财金银财宝，然后才甲害死。张暗甲今麦才偌久的时间，大人啊！你真是英明，这么短的时间，你都要给伊处决啊！人命关天，你知无？你有甚么款的证据？既然你要知影，我就讲予你知。这个人犯了案件，家己走来官府投案，而且专盘认罪，安尼不是甚么人？人绝对是他。人是我杀，我罪该万死。是我，是我。恁大家拢有听到吼？在我的关内，竟然敢犯一种无知害命的滔天大罪，本府一定要肃清肃剐，立下官威。来人啊，将人押走。就是我杀的，我查甫囝敢坐到担当，我找到万死，你莫阁讲了，紧起来！师父，少妇，只是啊，算是我欠你，后世人我得做有做未来还你。大人，你不是要甲我抬头，那你就较紧的，莫阁拖沙，紧！你阁真有气魄，好，来人啊，将犯人押赴刑场。少夫人，大哥啊，你要创啥？不是啊，伊家伊做大，人即马咧办证书。师傅，少夫人，那是做用用的的人都爱死啦，大哥。你卖看到什么囡仔跋倒都要砍，这跟你一点啊关系都拢无。哦，你还真认呢？你较早不是安尼呢？较早人像这跋倒，你叫我就较砍，你即马叫我咩砍？而且这水，嘿，弄较切，嘿，你袂呢？人讲各人自扫梦境说，莫管他人我上霜。人即马要杀人。你这两句搁讲一遍。各人自扫梦境说，莫管他人的我上霜。大哥啊，卖搁丢毒啊啦！你捌看过人杀人无？即马咧杀人啊，长好看，一世人嘛捌看过。进来，你看来，进来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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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人，看杀人。你赶紧，赶紧去找知府大人，甲伊讲，才出人命，紧去。是。
你叫我唔忙个叫，阿姨要掉头自杀，你才放彪。大哥啊，你咧怀疑讲我是哪知影伊要自杀对不？哟，啊你有紧张无？哎呀，我总唔知啊。啊，你敢唔是真想要英雄救美？啊，人跋倒落啊，紧起来救。哦，对。哎，啊，奇怪，哎，爷爷看你是狗啦。不是我救的，是那个公主救的。死跟不用解决一切事，为什么你想要死？我对啊，你啊，甘你啊，查某的，你啊爱查甫的，啊查甫的，啊是大人无同意都无，换我爱你，看你卖死呗。男人到了50岁以后，就不要自作多情啦。我母啊，哪会得奖了，拢讲过去啊！我之前就有讲的啦，不是到这嘛啦。来，豆豆啊，讲什么款原因？原因？你在找什么？在找什么？我的皮咧。你的皮只我有看落来。这条皮，这条皮你看就知影，是不是我啊？现代加庆婚，时辰已到，准备。大人，大人，冤枉啊！你是什么人，在这里吵吵闹闹？要不要出人命啦？你敢不是林文怡的查某干妈？莫非你是来这闹场的？莫。来人啊！是。将这人赶出刑场。是。走走走。行行。太保，李信参见太祖太保。唔知影太祖太保亲身来到刑场是为着？为着这个，这个重犯，敢是查某，才害死人？是，查某害死人。今仔就要斩，这单案件我要办，来，升堂。我哪会改一个人呢？我拢无人。啊？你的人来了。害人得叫声，害着本事爷，放药无人靠，搁也着行。我一步行，你两步行，三步到刑场。哎呦，观众坐甲满台卡，唔免讲来，我知影，今仔会伫遮，要来看阮的猪哥兄，有影啊无影？心肝抓好定，三步当作两步行。来到这，大礼就加磕。本师爷拜见大人，太保。等。哈？变？等。你是太保，我是师爷，拜见大人。你拜托我拜见。哎啦，阿母啊，只要你跪落，我都要变过。阿伯嘞？你来。啊，你有来就好。哦，安尼啊，好啦。这是我的师爷，好来，请等。请等。将证据提来。是。
太祖太保，请看，这包袱内底的珠宝，都是犯人甲因主人偷摕，啊，伊就是啊，这支金梯，将因主人抬死。母啊，这敢是较早你咧上班咧查的？讲上班的代志，禀报大人，方才知府大人讲，这就是相关侵入民体、偷摕珠宝，然、后再用这支金梯，不是这支是银梯鸟，害死人。我感觉安尼理由无成立，伊摕这拢真宝贵、真价值的物件，为什么无带无去，会去偷摕这支银的呢？这个银的是无什么值钱，看到安尼咧趁人客上银的，我拢无趁。我拢爱金的才有啦，所以偷摕这理由无成立。太祖太保，犯人是因为偷摕因主人的珠宝，去予主人发现以后，伊就拿这支银梯甲因主人毒死。拿这支毒死，来你我来我赌看啦，啊？什么？安好好摆摆是一个官，你也唔知伊有做唔对，无唔对要共赌看卖，你啥咧乌白赌？做贼啊，干那要毒死人，一定是有诈假死的啊！你若要甲人车平，敢会诈毒啊？沈世鹏，下迄块红的走去倒？那会剩这块乌目啊？啊？哦，大人你吃？那边大人你材料没有地？你下到不要讲。这地咧无目的啦。嘿嘿嘿嘿。沈世鹏，阮太祖太保问你。你到清奇庙要做贼，你偷摕这所有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啊！你偷摕这，你哪会阁偷摕这支？这支是哪？你偷摕的？废的人就是我抬，你莫问啊多啊啦！人个抬死人的人，公司伊都袂承认讲伊抬死人。是。为怎样你抬死人一个就承认？来，团证人。少林，大人，鬼友，鬼友，鬼友，该动了，该动了，你哪会使唔走来遮？大人，你是要我们惊死吗？不是啊，嘿，你干嘛来加呢？大人，嘿，我讲过啊，人确实是我杀的，这代志跟少林一个哪关系都无。来，证人，是，你从头至尾，事实安尼讲一摆，给我听。是，启禀太祖太保。嗯哼，我甲沈世鹏是自细汉做伙大汉的。嗯，沈世鹏因三代拢伫阮家做长工。嗯，伊做代志足认真，嘛足拍拼的，对阮家一直拢足忠心的。嗯，我的阿娘伫我足细汉时阵就过身啊，阿爹将我这个查某囝惜命命，两年前。为着我的忠心大事，替我招一个翁婿。打开始的时阵，我的翁婿对我足好的。啊，不过，伫我阿爹过身了后，伊的牛脚就缩出来啊。伊唔那跋筊，搁食鸦片，嗯，甚至规工伫遐花天酒地。阮家的一挂厝，还佫有田地。全部都予伊卖了了啊！是讲文仪证人，吼，那是以本事爷的经验嘞。人讲三听官难办人的家内事，厝内底发生的代志，毋是外口一言两语就会当断定，嘛无一定讲恁迄个翁对你袂歹，或者是讲伊有了了做了毋着生理的需要，你就甲伊筛派，你用语言的暴力，啊！你罗崩死啊！你唔正人啊！你咧花洒洒啊！你咧安怎？迄安尼刺激翁婿，你就是不贤。伊若伫咧厝内底无温暖，对无？当然伊就愈变愈歹。你做人的家后，你无甲伊苛刻，你无尽责任吗？我拢有甲伊苛刻，嘛有甲伊阻挡，啊！不过我特别甲伊阻挡。伊就对我起脚动手，逐遍都把我拍到死死昏昏去。拢甲你拍？哦，你这翁拢甲你拍到死死昏昏呢？是。哦、啊是尾啊，搁安怎发生？对对，为什么那假来假去，假假命命案安尼？啊，到底是谁啦？就伫个昨暗，
有人趁我睏去的时阵，想要偷摕我阿爹留予我一寡珠宝。哦。后来，予我发现，我要甲阻挡，伊就阁动手甲我拍。哦。我一时无法度阁吞忍，我就将我头顶的银体甲拔落来，我就。夏无敌，来，夏无敌，你点点，点。一了后嘞。了。我就该太死啊！天台加庆云，真正的凶手是我。世鹏，世鹏是为着要暗唬我，想要保护我，伊才把罪名打落来。这太子太莫名查，不是安尼啦。人是我杀的啦，真的啦！安乐生，大人，嗯，我靠，真的！啊，你那个个七老皮，个人吹球耍抓起来，欺骗太子太保，嘿，想袂到因为迷信一时疏忽，他即马造成大错，迷信。会上奏朝廷，自清处分。对，爱去问丁氏吼。啊，那你就等你上奏朝廷。对。也不过唔免，阮有人会来。无，太子驾到。张飞，我有看过，你免甲我比，完全了解。马耀新，你现在虽然你就任身为知府，受到百姓的爱戴，但是你为着办案的效率，竟然险险害死两条人命，你可知罪吗？下官知罪，那是知罪真好。那呢，我就上奏我的父王，再等待我的父王，看要办理什么款的罪过。来啊！在将马又新二少是，这个是被告，这个是杀人的，啊，这个是谁？我的叔爷，你后叔爷？哎，当请太子，太子家庆在上，请受叔爷。哎、欸！你卖啥调戏他们呢？要不生来生去的？你比他巧呀！我无在讲呢，你都未好听。阿你啊，辛苦你呀！我你生来那个不离啊高水吼。你嘛知影新冠这冠，你看嘛，哎，其实是现在跟你拼冠呐。其实我坐的嘛是跟你拼冠呐。人知影你做小生啦，没一直强调这点啦。林文仪，在。你敢要亲嘴承认，你的翁婿是你杀死的？是。那安尼，你身犯何罪？你知影不？我知影，杀人赔命，我愿意接受审判。那安尼真好。那，什么是嘞？是嘞？是嘞？叫啥？袂用的啦，伊才拄仔咧讲你无听到，你伫遐后台。我哪会无听到？你有听到？你有听到？你搁半下落，迄查某啊可怜，啊都互困，啊都互吞，啊都互顺，搁互拍到二二寸，咱就即个女性，宛如天下间的弱势者。虽然查某，人讲家母。来呀！啊！将苏牙阿照，陈世鹏，你有啥物话要讲？太子，人真正是我杀，你袂当碰夏无灵的罪啊！你即马阁要温瞒案情，稍等下才办你的罪过。来人啊！在，将林文仪，事实的经过好好啊讲出来。是，
我已经向五座重新验尸过啊。死者胸坎迄个伤，并毋是致命伤，而且凭林文义一个小女子，伊根本无迄个手尾来甲毒死。阮电脑发现死者已经食毒足侪年啊，伊体内五脏六腑拢败坏去，所以伊是毒发身亡。这个代志，含林文义一寡仔关系拢无。别哭的哈，太祖延绵，延绵，无唔知甲听下落吧。喂，啊，恁翁家中毒死的，唔是你甲害死的，唔是我。啊，林文义你无罪，陈世鹏，你隐瞒案情，但是本太祖带领你重情重义，所以直接得下两人无罪啊。哦夏太祖，夏太祖，夏太祖，哎，客我，客，我甲你讲，功劳我上大，都夏太祖大哥，我变你上大，大哥，你心情不好，再次爬出来，不是啊，哎呀，哎，即马无罪，啊无罪，我都嘛是为着伊，甲穿这领外面，内面拢流汗呢，对不对？你看我安怎？禀太祖太保。我甲沈世鹏自细汉同齐大汉，这二十几年的感情，唔是讲钱，也是其他的物件买会到的，所以多谢太祖太保的好意啦。帮我先甲催路，帮我先甲催路。沈世鹏万岁！沈世鹏万岁！沈世鹏万岁！耶！阿娘，多谢各位。你伫太祖的面头前讲万岁。你是讲中华民国万岁？爱我的父王，才会当万岁万岁万万岁。来人啊！紧赶砍到顶，这个媒人给你做。一拜天地。你在香场拜堂哦，那嘛是好啦。来，礼拜，我过来。花西，啊！你要徛了，礼拜太祖太保，夫妻对拜，拜嘞！啊！